中戏新生报道颜值高，打败蒋依依、孙珍妮的姑娘来了。暑假接近尾声，中央戏剧学院昨天也开始新生报道了。今年的这届新生中，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童星出身的蒋依依。蒋依依当天穿着简单的 T 恤配黑色长裤，颜值非常能打，新一届的中戏校花提前预定了。她说自己最期待大学里面的集体生活，还很期待能和刘昊然、易烊千玺等师兄合作。在中央戏剧学院早前公布的艺考专业合格名单中，影视专业前十名均为素人，位于榜首的是来自北京的韩启源，蒋依依排名第15， SNH48 成员孙珍妮排在17名。孙珍妮后来去了上戏，每一届中戏都要出好几个明星，祝福韩启源和蒋依依将来在演艺圈能有更好的发展。